后来就老了，尤其到退休之后，原来做的那些东西就该有一个停止，因为你会发觉学问之道无穷，其实不是有成就，是生命已经不允许再这样做了，所以就开始想到人生其实有很多面向，是疏忽太多东西。我们读专业的书，读地质学，读到最后，除了地质学，我们别的都没有兴趣关心。我们不会关心植物学，也不会关心这个深入的化学、物理。那社会科学更不会关心。那会不会有点损失？我们把科学切得非常的破碎，然后我们只钻到一个领域里面，这样对是不是对自己有点对不起？我就会。到老了会突然发觉，好多东西没有拿到，所以我就会走到那个思想面。那我最近完成的一个东西，其实大概已经严格讲是20年来的事情，但是真正花时间都是近10年或者近5年，越来时间就投入几乎是100%，现在都在搞这样的思想，而且发觉历史文献多到没有办法读，太多，很多人讲，但是只有一个东西没有。用我的角度来讲，没有，好说不错，很多大师都讲过，但是以王兴的背景，地质学的背景，然后又走到地理系的背景，又喜欢什么国家公园这种人的背景来讲，没有，所以我讲的东西是我的诠释，所以根据现代诠释学，我很高兴就发觉，原来我们那个戴老师啊，就是我们地质系现在那个研讨会，叫戴什么？不是交代，研考会的主委接掉出去了，也没忘，我突然一下把他名字掉了。他在对外演讲的时候，我们地质系现在当最大的官，本来在研考会副主委嘛，后来研考会的主委，变成现在的叫做行政副院长嘛，那说我们这个学弟，他是我的学弟，调到了台北市的研考会当主任委员，所以也是。重要渡过去的很重要的官员，所以应该是蛮大的。他在对那个公务人员演讲的时候，他也讲到这句话，说你们应该读一点诠释学，因为这个是我们地质学学不懂的，这是社会科学。诠释学就是在谈什么，就是你看一件事情、听一件事，你是怎么去理解它？你理解的时候，你要表达出来的时候，你诠释它，你怎么诠释？所以凤飞飞说。唱这首歌，他说我凤飞飞诠释这首歌，邓丽君说我的诠释不同，下一个年轻的男生诠释更不同，所以那个每个人诠释不同。我现在写这本就是我的诠释，所以当然我的特征就是第一个，我的学术接触的很杂，而且我接触最新的一些物理思想，比如说就是叫做混沌复杂这些非线性这些 concept， 我大概接触的还不少。所以我用这种角度来看，那文化发展都是系统，都是 system， 但这个 system 都是 non， 问题要加个 non 哦，就是非线性 non-linear。那通常可以用方程式来描述的东西，都叫做线性。方程式没有办法标识，没有办法来说非线性。那这个文化是非线性，那它就非线性那个系统特征，就是它的变化是无法预测。那这样来看，我那本书，我的题目我自己定叫做意境自然，中国人讲究意境，高也有问题，它就是不科学，它是高，层次很高，它是 conceptual， 它是概念性，是实际上不存在，已经世界上一切存在的东西，自然科学认为这个才可靠，但是在古代的哲学认为那个东西不可靠，为什么？它无常啊。它变了，因为自然现象的特色就是变了。所以佛家不是讲无常吗？它不是永远这样，这个东西会腐烂。苹果真的摸得到、抓得到，可以量、可以测，可是它随着时间就会烂掉。那这个在哲学、古代哲学这里叫做假的。所以眼睛看的东西啊，都是随时间而逝。所以物理学家研究的东西，对这种哲学来看都是虚空的。但这叫柏拉图学派。我们还是要读着的，两边都要看，其实看事情。所以我那本书叫《意境自然》，暗示中国人的自然不是科学的自然，是意境的自然，它是看整体的，
不是看分隔的，所以不会研究植物学、动物学，不会做这样区分。我们是把大自然看成整体，所以从那个陶渊明开始讲自然，复得反自然，大概都是看整体，一直到唐宋诗词里面，大量的自然现象，它都反映人的情境，它不会去做动物学、植物学的切割。这个一直到民国初年五四运动之前都很少。你看到就知道中国人2000年没有科学，西方的科学模式没有。好，所以我用这种角度去追文献，就不只是文学批评，要看文学批评，他们怎么用自然当题材，要看中国人谈气，什么叫气？因为对中国人讲，所有的医学就是从一个气一个概念来的，而且天气，文天祥写了个正气科，正气，你看正气科说什么？他说天地有正气，杂然复流行，所以它是液态，流行啊，上则为黑，下则为星辰。你看，它是在天之间冲刺的，这个就是中国人讲的气。那这个气用今天的宇宙生成论的话，就是大爆炸之后那一刹那的状态。大爆炸一开始的时候开始有核子反应那个状态，但是它还没有形成，还没有形成这个实质的分子，还没有形成之前那个状态，所以它是无所不包的，充斥一切。它是事物质性的，但是又看不到摸不到，没有形状，只是 conceptual， 它完全是个概念。中国人喜欢讲意境，不是概念嘛，很难。但是它会演出来，所谓中国的意境。中国人画又画，这个布画得好，好在哪里？有气，又是空的。文章写得好，文气都是气，所以了解这个气在传统中国里面它是无所不在。所以第二章就叫气论。就是他查所有的经典，怎么讲气？气的宇宙论大概都最说读大量读书做摘取，摘出来对自然保育、环境保育这些人有用的东西，所以他是有一定的读者，就环境保育、自然保育。不读中国传统文学的人读，传统文学看我的都是抄来的。那第三章就叫天论，中国人讲什么天？哎呀，老天爷，哎，包青天，这个天到底是什么？都是希望他做一个裁决者嘛，可以有一点正义哦。其实不一定，有时候他真的是讲物理的天，有时候讲叫义理天，有时候叫主宰天，所以有这种多元诠释。说这个文章多得不得了，我去追，后来发觉原来我们古代哲学家都在搞这个，就搞天人合一。那天人怎么合一？所以这个东西文献多到不可胜数，但是发觉它都不是跟西方就是不一样。还是一样，中间把它特别挑出来中西差别，所以有文论、文学批评人大量诗词都用自然现象，但他的自然现象真的是很自然吗？你发现都不是，它是反映在人的生活上、气节上。后面还叫圆论、造言、景观论，最后一叫人论，叫人的价值观、考试制度，大概这样穿下来，最后的结论就是中国人讲的自然跟西方的人讲的自然。基本上是不一样，所以他在语言学上看，它是不同社会的产物，所以自然是两回事。传统中国，今天我们接受不是西方。然后这个自然这个东西，中国人古时候讲就是天跟气，大概结论是这样。那后面就说，换句到今天，因为我那个论文还没做完呢，我是那一段传统的完了嘛，传统完了还有两个分支，一个就是台湾，一个就是大陆。因为大陆就是1949年就做共产制度下，他对自然的那个处理很不一样，傲慢，非常傲慢，所以开始说做东西都做超大，都要掩盖自然，这是中共的现代的表现态度，生态建设、生态文明都是这个，都在自然之上加人。那台湾就比较复杂，他们有好几个转折，那个早期也是没有人谈这个事情，后来因为环保署成立了，那个慢慢。在那个自然科里面讲究户外教学，现在很多啊，以前没有的。这个东西是一个转捩，所以开始今天的一代年轻人，这个思想就有，它就反映在环保运动、自然保育、是野生动物保育这些各种环保事件上。这个东西我还没有来得及整理，就我继续下去，有事情我就会整理这两个，这个才会接到今天。那我的目的就是要把它接到今天之后，我要提出来一些口号。可能是成语，可能是惯用语，要创造一些短的词句，
这个词句可以反映下一代或是这一代年轻人正确的所谓自然行为、保育行为、环境行为，目的是这个。那这个东西我为什么会回归到这样？因为我发觉中国文化传统就在成语跟这个惯用里面，就是那个阿公阿婆都会漱口讲，说无事不登三宝殿，这种话就传承那个文化，或者是什么唱歌，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最后将你摘下送给别人家，这个其实都传承文化。那这种很多，中间有一本书，有一个就是清明的时候，那个留给后代的那个子孙的那个格言啊，什么对联，那个里面，你去里面跑，那个中国人的坏思想、好思想都在。那有没有办法我们创一些？现代年轻人常常会有一些火星文嘛，可不可以创一些火星文？它可以反映一点正确的思想，我的企图是这个，大家给我时间，然后那些话可以变成传承，因为每一代都有一些新的语言，那我没有办法，我像今年就创一个，没有人支持，我叫做柬埔寨台湾，那是选举之前，因为搞环境教育法通过嘛，我就开着整个叫柬埔寨爱台湾，我就说你们搞政治的人爱台湾怎么爱呢？就是简单跟朴实，我觉得这两个东西其实就是环保很重要的一个核心概念，就是你生活上不必要的不要买，不用的就不要用，但是还要实实在在，不能弄得这都是用一下就坏还不行，所以简朴爱台湾，好像没有得到什么任何反应。这个东西我就是写专栏的题材，我写个专栏就那边就讲。其实传承文化的就是成语，所以那我们怎么样去影响社会，去创造成语，不是很简单的。创造成语，海角七号，创造出来，那要等电影明星歌星才有办法，我们创不出来。它就是有一个名词，它用被普遍接受的时候，那个名词就会带有它的 concept， 那个概念。就把那个环保东西把它变成这种概念中融入一个词里面，让它变成 popular， 这是叫方法。这个上一代学生跟这一代学生，地质系跟地理系台大的跟文化，这个中间有很大的差别。通常就是地质系的传统，注意外事比较严肃，注意外比较严肃。那现在比如我现在文化教的学生不是通识课，通识课学生出去的话就比较上不是很认真，那要的东西也不一样。比如说像我们在地质系的话，因为是扎地质专业的基础，要求是必须严格的，但是对通识课出野外的话，或者那个外系的比如说人与环境这种课出野外就不会那么再说是要在学术上扎基础，但是很重视启发，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点，就是你把这个学生启发，他对这个有兴趣，他就会自动自发。今天的孩子太聪明，就从小他接触的知识来源非常的多，重要就是要把他点着，让他烧起来。所以我觉得现在我带学生，我会总启发，就会讲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但是围绕一个核心的理念。能够希望能够把它点亮，但是这种成就好像不是很容易。当然我也只想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真的教的不行吗？还是说这个学生面对太多诱惑？我觉得这两个都有，恐怕这今天的学生面对的花花世界，他可以选的太多，这种就很难下决心。所以我给学生的建议就是，不要太一直忧郁。你进到大学一年、二年，等三年就有点慢了。二年其实就可以下决定，好，你决定我要念地质就好，那你那个基础课程，真叫基本功。所以地质系的课，哪些叫基本功？我现在基本功是将来成长发展必须的条件，所以基本功还是要扎实。